校区里都有。嗨 ，Hello， 就是 Golan 技术分享的下午场即将在两分钟后开始。对，大家可以稍微再休息一下。然后是下午场的其中一位主持人，我叫 Jealous， 大家好。好，同时我也是第一场的讲者。对，我们的原本的主持人就是临时有些事情，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来，所以我们下午就是会有两位主持人，然后就是交替这样子。喂，嗨 ，Hello，Hello， 是时间差不多，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那首先我们欢迎第一位讲者，就是我本人 JLX， 就让我们今天带来的题目是 Clean Architecture in Go the Crescendo Way。 然后原本题目叫做 DDD Light Clean Architecture in Go， 但是后来我们在准备 的途中发现，就是这次试出跟大家分享版本里面 DDD 的元素有点少，所以我就先把那个 turn 先拿掉，但本身要讲东西其实是差不多的。对，所以我们就直接开始吧。那先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叫 Jared Zhang， 然后目前任职于 Crescendo Lab， 担任是 Staff Support Engineer， 那就是刚到职大概约七八个月这样子。然后我自己本身除了写 Golang 之外的话，我喜欢是软体工程，然后喜欢资料库，我也喜欢一些分散式系统，所以这些有兴趣的朋友的话，直接也可以来跟我交流。OK， 那这是今天的 agenda。首先是会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天要讲这个题目的缘由，就是为什么要讲 Clean Architecture， 然后以及我要讲的东西的内容会含哪些部分。再来就是依序的，可能从架构的层面上，先从 Overview 再讲说，可能每一层，因为 Clean Architecture 其实是个 Layer Architecture， 那每一层里面大概会做哪些事情。再讲一些我们自己在实作，应该说采用在自己在设计自己公司内部的 Clean Architecture 的时候，一些比较有用，然后蛮有帮助的一些 Component是怎么被设计，然后去分享给大家，就是去简单的讨论跟总结这样子。然后今天讲的所有题目的今天讲题目的所有的 reference 大部分就来自于我们自己的一些设计跟发想，然后看一些文件这样子。然后主要会看的是可能像有个蛮 well known 的 Clean Architecture project 叫做 Wild Workout， 对，就是底下 reference 的第二项。对，然后这个连结以及今天要讲所有的程式码都可以在 HackMD 上面的共笔上面的那个，反正就这个 session 上面的东西里面可以找到，对。所以，然后因为今天就是我有稍微看过这投影幕，就是稍微有点糊，所以如果你想要完整的看到里面的细节，一些程式码的部分的话，建议的话可以直接开 slide， 可能看会比较清楚。好，首先就是像刚刚说的，其实这个 title 想要跟大家分享是，其实我们公司内部自己所用的，以及就是根据我们的需求，所以稍微设计过的 Clean Architecture， 然后是在 Golang 的程式语音上面的，对，然后也算是一个把公司内部的东西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过程，对。那今天会讲的东西会包含就是以 Crescendo Lab， 就是我目前所在的公司，在工程上大家会遇到哪些类型的挑战跟哪些工程的特征。那我们因为这些特征跟挑战，所以我们就设计这样的 Clean Architecture， 对。啊，再来就是这个设计架构上的目标，以及一些就是中间一些 design decision， 就我们做了哪些事情。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架构有哪些优缺点。那今天讲所有的东西，就像刚刚说，其实基本上都是 open source 的。然后大家可以扫就是，右边的 QR code， 就是可以看到完整的 template。对，然后就是，然后里面的 code 基本上都是 product ready， 也就是说我们真实的 product 大概就是这样写。对，它就不是一个什么 pseudo code 这样子，我们是很认真的把东西从内部搬出来。对，然后里面要附一个，我就觉得像比较简单的一个 sample 的 application 的范例，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小程式的话，然后在有些 user story 的情况下的话，我们可以怎么设计？对，但是因为今天就是比较偏架构设计的分享，所以那些比较细的 code base 的东西，我们就可能不会提太多。对，然后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看 template 这样子。OK， 所以可能要先讲一下，就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主要是要，那如果要讲这件事的话，我们就要回头看，就是我们目前所认知的东西 ，Crescendo Lab， 我们到底遇到哪些工程上的挑战。首先，简单讲一下 Crescendo Lab， 它是一个 B2B 的 Enterprise Solution 的提供商。然后我们主要面向的客户是一般的零售的品牌商。然后我们做的可能是帮他们解决一些他们内部营运上或者是在行销上会需要的一些各式各样的需求跟问题，像是你要在行销、在营售、在客服处理上面，也会有很多各式样的问题，需要比较方便的 tool 跟平台。那我们就提供这样的 solution。那以在台湾来说，我们可能大部分提供的对接对象可能都是 Line， 就让他们可以在 Line 上面跟他们的会员做比较好互动，然后解决他们比较多会员上一些互动或是他一些管理上的问题。对，也因为这样子，像刚刚说的，其实大部分都是零售或是品牌上，所以基本上他们都是比较偏。以技术来说，他们是比较偏业余的玩家，就是他们技术力稍微来说是偏弱的，就他们可能没有什么 IT 的人在他们的公司里面，所以我们在设计我们的产品跟使用者的流程的时候，需要让这东西变得非常的简单，然后非常的直觉。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其实有些 business logic 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因为我们必须要去符合这些公司使用的规范。那以品牌来说的话，有些品牌甚至非常大件，像 Hugo Boss 这种可能国际性的牌子啊，里面的结构可能只是以组织来说，可能就有个什么七八层，对，所以你在权限上这种
毕竟拉锯上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那我们也因为他们的需求，这种结构组织管理结构非常复杂的需求的话，我们的架构上设计就要考虑更多这种权限管理的东西，相较一些高流量的议题。对，然后再来就是公司其实成长很快，我们一直有新人进来，所以我们在选择一些技术选择的时候，我们要选比较直觉，就是比较好用，然后相对来说不会选一些就是很炫炮，但是很难让其他人 pick up 的一些 solution。对，所以刚刚就是一些 characteristics, absolute characteristics, 就是一些 characteristic, 然后今天变成 challenge 就是像刚刚说就是 business large 很复杂，然后需要很好的适应性，因为就是做 martech, 所以 martech 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变动市场变动很快的场域。然后再来就是像刚刚说，其实我们的大部分的客户都是业余玩家，所以他们有时候问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神秘的问题，那我们需要在我们系统上有比较好的可以追踪我们的系统里面的一些行为，不然的话这些问题有时候会变成我们的错，但大部分情况可能都不一定是我们的错。对，所以我们要办法可以在我们系统上厘清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要有好的 usability。 那就像大家说，其实公司成长很快，所以我们在每一季其实都有人在加入我们的团队。所以然后再来是在旧的 Codebase 上，其实我们用的是 Python, 但我们现在想导是 Golang, 所以其实有蛮多人其实是不太会写 Golang 的。所以在这过程中，我们在 Golang 的 Connectivity 上就要设计的再更简单更直觉一点，让就是有开发经验的人可以，即使他不太懂 Golang 的一些语言特性，他还是可以好好的在这上面工作这样子。所以基于刚刚的讨论，我们在设计这个架构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些特征。第一件事情是像刚刚说，其实我们的 business logic 很复杂，所以我们需要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工程团队跟一般业务团队或是跟 PM 团队在讨论的时候的 overhead 是低的，就是大家希望可以讲同一种语言，就是大家不要就是工程就讲说哦，这个我们在 table 叫 user, 但其实 user 这件事情在行销或在 marketing 上面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定义，那这样在沟通的时候就很麻烦。就我每次讲的时候，我们就要过好几层，就要先讲说哦，我们在这个系统的 user 是指可能在商业上面可能指的是会员或者巴拉巴拉什么之类的，啊，每次这样沟通其实就很累，就是你会把会又拉得很长，所以我们希望沟通可以是简单的。那接下来当然就是很基本的嘛，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 code base 是可以被测试的，然后是有弹性的。如果我们今天要改东西、要加东西的话，是相对比较容易的。哎，后面其实还有位置哦，大家可以就是尽量往后。对，没关系，没关系。好，我会同时继续讲。OK, 好，再来就像刚刚说的，因为我们有很多业余的客户，啊，不是很说业余客户，他们是专业在他们的领域上面，但是以技术来说，相对来说比较薄弱，所以他们有时候会问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其实蛮需要去厘清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一个 bug, 还是他们操作上有些误会。对，所以我们在 observability 上就要做比较多设计。那这边就牵涉两个层次，一个是错误，如果真的错误在系统里面发生的话，我们要怎么处理它？我们怎么把一个正确的错误从系统内部一直往外带回前端，甚至带到我们的 system login 的 system 里面？好，再来是我们有办法可以追踪到整个 codebase 里面一些底层的一些一些内部的一些行为，让我们确定一下这个问题到底是工程上就是开发有问题，还是其实是使用者操作上的错误？然后最后就是简单直觉嘛。OK, 所以如果要做到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我们有一些 concept 是可以直接被利用的。首先第一个是，如果我们想要沟通相对来说成本是比较低的话，其实最好简单的方式现在比较流行就是导入 DDD。 对，那这也是我们实际上的做法，但 DDD 就是有蛮多层次，就是它有一些架构上的设计的层次，有些就是一些比较偏心法类，还有一些是比较偏沟通类的。那以我们来说，其实第一个要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先从沟通开始，就是从 Ubiquitous Language 开始，就是先试图让工程团队跟业务团队其实用不要说业务好，说是 PM, 以工程团队跟 PM 来说，可以用同一种语言沟通，所以大家讲的是同一件事情。然后你在实做这些 business logic 的时候，也用就是PM 听得懂的语言在实做，其实这样来说的话，就比较不会跑掉。OK, 那在测试跟 flexible 就很简单，就是 clean attitude 里面就是很常提到的东西。那怎么样让你的程式比较好的被观察？这其实就需要一些基于 Golang 程式语言的一些特性的设计。然后这个今天也会讲这样子。那至于要怎样让它就是简单又直觉，就需要很多协语类的尝试。那之后我们就会在最后的时候跟大家分享我们大概尝试哪些东西。好，首先讲就是整个大的 clean attitude 的 overview。简单的说的话，其实我们的架构就是为了简单直觉，我们就会不会做得太复杂，我们只切四层，然后是每个四层，然后每一层里面只有一个比较大的概念，所以以一个新进的开发者来说，他只要记住每一层的大的概念就够了。第一层是 router, 也就是不一定它不是最外层，但它就是 input 进来的地方，就是举个例子，像你的 API
request 透过 HTTP 或打进来之后的第一层就是 router， 就是处理所有 input 的 request， 所以这是它的概念。然后第二层是 adapter 是处理所有 output 的 request， 像是你要去连 database， 你要跟其他的 service 沟通，那你就会把这些 logic 放在 adapter 里面。所以这是个相对比较简单的概念，就是 input and output 的 request 所在的位置。那接下来两层就是 domain 就是放所有 basic logic 的地方，就是如果你已经有些基于PM 的一些 product requirement， 就是有些东西是，所以你有个 resource， 那个 resource 有一个create 上限，就是你有些量的上限，像这种东西就是系统上面通常你可能要找地方放，但这个东西就也不是系统限制，它可能是你在商业需求上的限制，像这种东西就是 business logic， 你就应该放在 domain 里面。然后我们的 domain 其实是套 DD 里面的 domain， 它的概念是一样的，对。但我们今天可能就讲会稍微少点，就先讲就是这个 ubiquity language 的部分，对。然后再来是最后一层，就是 application。那我们在 application 设计的时候，它是只管流程，就是所谓的 orchestration， 也就是说它其实里面不做任何逻辑上的判断，它只判断流程，也就是说它可能是，所以你可以想它里面写法就是它会 step by step 的写一堆一些步骤，所以是步骤 A B C， 如果 A B 对了，它就做 C； 如果 B 错了，它可能就做 D。这种流程上是你就会放在 application 里面。所以 application 也是同时去呼叫，就是domain 里面的 business logic， 以及去透过 adapter 跟对外沟通的一个地方，他就是把只要他把就是把这些 function code 拉到这边去执行，但他其实不知道他执行是什么。OK， 所以刚刚就讲很多，这是一张比较完整的架构图，大概长像下面这样子，就是他像刚刚说，他就分成了四层，然后每层里面有些比较细微的设计，对。然后其实讲到这份东西，跟刚刚讲的一样，所以我就不细讲里面的一些东西。然后我要提的是我们最右边 adapter， 我们其实在里面又把它分成了三层 ，based on 它的不同的需求。像比较常见的是，我们会有 repository， 就是专门跟资料做沟通的 adapter。像是你要连 database， 你要把 database 的资料从 database 拿出来，转换到一个 application 看得懂的结构，像这种事情就会放在 repository 里面。然后再来是 event broker， 因为其实现在就是在某些情况下，你可能会需要做 event driven 的 pattern， 那这时候你就需要把 event 打出去，或是在做一些内部的沟通。这时候我们就会放这样的实作，就放在 event broker 里面。那 broker 就会去对到可能是 queue。或是 event bus 这样子，那至于其他一些是对外的一些 service 的沟通的话，我们会放在叫 server 的一个比较小的 layer 里面，对，可能大概是这样子。好，这个图如果有看过 clean architecture 的话，可能就稍微熟，就是看过。那今天讲的其实是这刚刚讲它有四层 layer， 那每层之间其实是有 dependency。那我们这边其实就用Uncle Bob 的 clean architecture 跟你讲，就它的 dependency 就是由内到dependence 由外到内我不知道这个中文这样讲是不是对的，反正意思就是说外部可以相应内部，但内部是不能相应到外部层，对。那以 clean architecture 的概念来说的话，它的最外层其实是对外的 output， 也就是 adapter， 然后再来是 input， 就是 router， 然后才是 application， 然后最核心其实是 domain， 也就是你的 business logic。 你的 business logic 逻辑上来说不应该依靠任何外部的任何一层上的实作，对，以及结构，对。那但这边有一个比较吊诡一点，是因为我们刚好想过 application 其实是需要去透过就是它是一个流程，但它想要做的事情是它把 domain 跟 adapter 的 function 合在一起，但是很明显 adapter 在最外层，那 application 要怎么去使用它的一些 function。 那我们透过方式其实就是以 Golang 来说的话，我们就是透过 interface 来做，就是我们会在 application 里面设计各式各样 adapter 用的 interface， 所以实际上 application 是直接是透过 interface 去执行它想做的事情，但Adapter 才是实际上实作 interface 的人，也就是说 application 在用的时候，他是不知道 interface 的实作长什么样子，他就是抠一堆他设计好的 function 的壳，对。那实际上 program 在跑起来的时候呢，你再把 adapter 实际上实作那些 information 再把它塞进去，对，然后就解掉这个 dependency 的概念。然后这边比较值得提示就是，我们整个设计里面只有 application 里面会有大量的 interface， 所以然后原因其实就是我们不希望 interface 散到处都有，因为这样会让这个程式码变得有点难看，就是比较难维护，因为就有些东西会变得太松散，或者它会变得比较凌乱这样子。好，再来是 Codebase 就跟刚刚说一样，我们分四层，所以 Codebase 其实就真实的反映它只有四层的架构，所以它就变成四个大的 folder， 然后就会有 adapter、
application 跟 app， 然后 domain 跟 router， 然后里面再就是自己就是比较随性的把资料放在里面。对，所以我们在设计或跟开发上的时候，有个比较大的概念就是东西一定要放在对的 folder 里。对，那 folder 的方法就是 based on 你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分层的概念，所以你只要放到对的 folder 的话，逻辑上来说，你的 code 就不会跟别人差太多，对，因为你就放同一个地方。然后你在实作开发的时候，你看到旁边大概都是长那个样子，对。好，接下来就讲一些比较细的设计，首先是 domain layer， 因为时间有点小赶，所以就会略快一点。对，就像刚刚说的，其实大部分的东西在 domain 里面都会 named by business language， 就是所有东西就是用 PM 看得懂语言在设计。对，这是其实蛮重要的。所以这也解答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大部分在命名东西的时候，命名不管是方向变数的时候，其实常会卡住。那我们做法就是我们都不想将 PM 决定，所以 PM 决定它叫什么，我们就知道什么。对，那如果今天 PM 要改怎么办？就 IDE 带起来，全部一起改掉。对，反正就是 Golang 嘛，就是你用 Golang 或用 VS Code， 其实都很容易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们会让 Domain 跟 Application 里面的逻辑跟 Business 的 People 想要的是一模一样的。对，然后我们不做 Get Setter Pattern， 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你要去改一个 Domain 的 Data Structure 里面的参数，它的改法不是 Set 叉叉叉这种，而是它可能是一个明确有一个逻辑，在商业上需求需要的 function 的名称，像是你可能要去修改它的 ownership， 跟 change ownership 这种类似这种概念，对，它就不会单纯只有就是做 set 或 get 这种东西。如果你要 set get 的话，你就是平常 set get 的话，你就直接拿就好了。然后再来就是一定要 unit test， 对。然后我觉得 domain 比较核心的概念是，其实一开始大家都比较焦虑，说一定要做比较细的设计，你要 domain， 要 domain service， 要各式各样去反映这个 business logic 该怎么在商业上的一些行为，它要变成 function 来做。但我们自己在开发的过程发现，其实不应该一开始就想这件事情，因为其实会让这个东西的开发就变得有点缓慢，然后另外就是会让大家变得很焦虑。对，所以我们自己的使用方法是，其实我们一开始都只有 data structure， 然后我们是透过开发的过程中逐一的开始 refactor， 再把这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变成 logic， 就是 refactor， 然后再 create 到 domain 里面去。所以它可能一开始是散布在 application 里面，但是我们透过就是它先会动，再做 refactor， 再把资料搬回去这样子。好，就像刚刚说的，就是 application 里面其实我们在设计上就是有一堆小小的，也不小小，就是大块大块的 service， 然后这 service 里面就是一大堆 use case， 就是每个 use case 可能就是一个 flow， 完整的 flow 这样子。然后就像刚刚说，我们会透过 interface 去拿 data 里面的资料，然后这边也会一样也要写测试。那这边比较推荐的是，大家可以用 table driven 的 testing pattern， 就是写 Golang 可能会相对比较熟，就是一种可以很方便测 orchestration 的测试的 pattern。然后我这边不会细讲，就有空我可以自己大家看程式码这样子。然后你可以透过 margin 再加上 faker， 就是很容易的去测流程上的东西，而不要管资料的一些正确性。好，哦 ，router 没有什么好说的 ，router 是最外层，就是大家常知像你用 Gin 啊，用一般的 Gorilla 的 HDD framework 啊，或者你用 gRPC framework 都可以。所以这边就是很 protocol dependent。然后比较值得一提是，我们在这一层是不做测试，就是我们不写 unit test， 我们基本上只做 API testing， 就是把 Postman 打开来，在 local 自己怎么打就怎么打。对，好，再来是 adapter 就是像刚说，它是一个外部系统相应的层。然后一样，它会分三个比较大的 subfolder， 对。然后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transaction 都会发生在 adapter 里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 adapter 提供一个 function， 这个 function 跟另外一个 function 之间是没有任何 strong consistency 的，他们就是分开的事情。对，如果你要一件事情有 strong consistency， 你就要变成一个 function， 对。然后这样其实的好处是你不会让你的 transaction 这种实作 dependent 的 logic。就是散布在外面，让 application 或者在更外层知道，因为这个其实就有点污染的成分，对吧？所以有时候可能在一层里面的，假如你要这样做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流程的话，这边 code 可能是比较大包的，对。那这样的话，相对来说你就需要可以被测试。那我们在做这种database 相关的 integration test 的时候，我们会用 Docker test 加什么 migrate 加 test feature。好，这个在程式码里面也有。概念上就是 Docker test 是一个你可以在 runtime 的时候，就是测试的时候，用程式码直接起一个DB 的 Docker， 然后它就可以直接在 runtime 的时候用那个 Docker， 然后你就透过 migration 把里面 schema 什么建出来，然后再用 test feature 把所有的 test data 建出来，对，然后你就可以把测试 database， 实际上测一个 database 这件事情当做 unit test 来做。
好，就是 recap 刚刚讲测试的部分，对。然后这样有什么好处？是因为其实我们通常会测大部分都是中间的 business logic 以及 integration test 里面跟资料有关的。那因为这件事情我们都可以让它变得比较像 unit test， 所以大部分情况你就有一些自动化的测试流程是可以 promise 这一块是的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唯一会需要去 cover 可能就是 API testing， 然后这件事情就是大家 local 的时候自己跑。就大概是这样子，然后这样有什么好处是，假如今天真的是上线的时候，有的东西有些炸掉或什么之类，我们可以确保说它不会炸得太深处。还有今天有些 bug 的话，它可能就是很外层的地方会有些小 bug， 所以在 troubleshooting 上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好，再来就是这个是我确定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概念，所以我就特别再讲一下，就关于 data modeling 部分，就是逻辑上来说 ，domain 里的 data structure， 就是整个程式里面的 data structure， 跟外部你 access DB 的 data structure 是不一样的事情，然后跟你知道 return 回去的 API 方面也是另外一件事情，它其实是三件事情，但是在通常如果你今天很赶的情况下，你可能会觉得它是同一件事情，就会就用 DB 的 schema 当作你 application 内的资料结构，然后 return 的时候就直接把那资料结构 return 回去，这是一个不是很好的做法。为什么呢？可以用个简单的例子，像这个 case， 我的程式码有点小看不到。好，但没关系，意思是说我们在 domain 的时候，我们可能设计上的时候，我们有一个 struct， 然后这个 struct 上面就是可能会有个 customer 的名称啊，或者它的 ID identity 之类的，然后重点是它是一个标签好了，然后它是有个类别的。那我们其实像在 database 里面，这个标签某一个 customer 的标签，其实它可能是好几张表都在一起的，对。但是我们实际上想要使用，在程式码里面使用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件事情，对。所以这边会有一个需要聚合的动作。但在离开的时候，我们又因为前端的需求，我们要在标签在离开的时候把它。因为不一样类别的标签，然后做分类。那你可以想象，如果需要这种情境的话，这三个 data structure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用同一个 data structure 的话，就会在开发上的时候很麻烦的事情，就变成是你 API 一改，你的整个 application 都要跟着改。然后它一改的时候，你可能 DB schema 有可能要需要微调。对，现在听起来就有点不是这么方便。对，好，再来就讲 common design。然后因为时间有限，就速讲。讲解的比较有趣的，这个还好。好，这应该是大家比较关心，就是大家怎么在程式里面 handle error 这件事情。那我们做法其实是我们把 error 当作一个特殊的 domain， 然后它就放在 domain 层里面。然后它的做法就会像左边这样子，我们定了一堆专门的 error code， 在 error code 里面会直接描述说这 error 是什么，它的 return 的一些 status 该长什么样子。对，所以我们需要我们的 error 是 self-described， 就是它会自己去描述自己。那在一些比较特别的情况，比如说我们会用 action pattern， 就是去包一些比较特别的资料进来，特别的讯息进来。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的时候，你就可以不需要，你就有个比较单纯，你只要包 error code， 然后再把原生 go 的 native 的 error 包进来就可以了。所以它就会在整个 codebase 里面就是到处都有，然后它的写法上可以一模一样。所以一般开发者在使用的时候，就可以很轻松的知道说，如果你今天就是要 return error。你只有一种做法，那就长这样子。那如果你在中间的时候，你接到一个 error， 你也不需要去检查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你就往外一直带就对了。那它到最外层的时候，就会直接在 middleware 里面被解开来。解开来是它也不会去 mapping 说，哦，这是你的 error 是什么，所以你要 return 什么。它其实是希望这个 error domain 是 self-describe， 也就是我直接call它自己的 function 去把它打开来。所以你在最外层的时候，你其实就是 call function， 你甚至不需要知道 function 里面在做什么，你就可以直接拿到正确的资料 return 回去。大概是这样子的 error。 那下一个就是刚刚讲你要怎么做 log 的 tracing。 那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我们每一个进来的 API 都会有一个 request ID， 然后我们会自己塞，或是在比较进阶的情况下，我们会看前端有没有带，有带的话我们就用那个 request ID。 那我们会把这个 request ID 塞在 context 里面，然后一路把这个 context 往下带。所以当程式码任何地方就需要 in log 的时候，我们其实会直接把那个 log 就是 contain 那个 context ID， 再加上那一层的 information 就全部一起塞进去，然后就直接印出来。像这种小的 log 就是我们会先把它设定好，所以一般开发者的时候其实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们就是只知道说，哦，我就是要 call 这个 service 这个 structure 里面的某一个 function， 然后把 context 放进去，然后再做我平常在用 zero log 或用其他 log 的时候该用的方式，你就可以直接把 log 就印出来。然后这样的好处就是你在这些 logging 的 service 上面就可以用这个 request ID 一路往里面追，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对，比较可以解答一些就是虽然你知道有个 error， 但你完全不知道这个 error 内部到底是怎么发生的问题，大家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追。好，剩五分钟，那我就
这个就简单讲一下，这个架构有什么好处呢？这样就简单，因为它就有四层嘛，所以基本上其实你不是写 Go 的人，大家也还是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就可以直接很容易 pick up 了。那剩下可能就是稍微对里面的语法要稍微熟一点，对，但是其实也没有很困难，因为里面的 code 大部分其实上都写得蛮像的，所以你可以直接用很 codebase 里面去看别人怎么写，然后就有模仿去来 pick up， 就是这个 codebase 该怎么被使用。再来是有弹性，因为它基本上已经分层了，所以内层里面做的事情很明确，所以今天要改什么之类的，它也不会改到别层的东西，所以它的整个change scope 就会集中在那个层对某个function里面。对，那缺点是什么？最大的缺点其实就是 codebase 会有点冗长，这有一个原因是Golang 造成的，大家应该写 Golang 应该也会知道，就是假如今天扣一个 function， 后面四行可能会是 if error 等于 null 巴拉巴拉什么之类的，所以其实相对来说，就是用 Golang 写的 code 就是会相对比较冗长，对，这好像有点难避免。然后另外就是因为我们可能现在有蛮多东西是希望可读性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就觉得，那你就可以有时候偶尔 repeat 一下没关系，看得懂比较重要，对，所以有时候 code 就会看起来有点长，但里面 logic 其实没有那么多。对，那下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条缺点就是有点太容易写，所以导致写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无聊。就大部分情况都会，就你只要把那个最难的必须拉的稍微想通之后，剩下事情就变得有点无聊。可能之后的四个小时都是写你已经大概知道差不多的东西。对，然后这个 codebase 每一个地方看起来都会有点像。对，就是还在想要怎么让这个大家在开发的时候不要觉得那么没有挑战性。对。然后这个 architecture 的好处，我觉得这样好处就是它可以用在比较复杂的 business logic 上面。就是你用 PM 可以听得懂语言来设计的话，其实你在沟通上是比较简单的。好，再来就是如果你的团队会一直变大，你需要更多人进来的话，这个架构也是比较好，因为它就是一个简单的架构，就是其实是一个新的人不会写 Go 的人，你进来也是可以在可能在一两个礼拜就 pick up 完，然后就可以开始做 feature 的开发。对，然后再来是这两天其实一直听到人在问，就是如果我们要在一个公司导新的技术或者新的一些东西的话，到底要怎么开始？就是有两个做法，如果你是 boss 或者是 manager， 当然是最简单的。对，但像我就不是 boss 也不是 manager， 对，那我要怎么做？我做法就是跟大家一起把手弄脏，我就下去做 feature， 跟大家一起做，好看一下，观察一下大家在开发上到底遇到什么痛点，再去把这个痛点解掉，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先贴近大家的生活才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有些公司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核心的 team 是专门在做这种 practice 的设计，但是如果 practice 设计的 team 没有接地跟大家一起去真的在做 business logic 或做一些事情的话，其实有时候东西是蛮难推的。所以我自己做法就是，我即使在做一些比较 practice 设计的时候，还是希望是跟大家一起先做 code， 先做一些 business logic 的实作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借由这个过程之后，就是取取大家的信任，然后最后就是提一个真的会解决他们问题的一些方式。然后最另外一个核心是，它一定要很简单被 follow， 就是你要设这些东西变成是，他只要看一两行 code 就可以知道要怎么用，甚至他不需要知道里面在做什么，他只要 code 某个 function 就可以达到他想要的事情，那他就会愿意采用。好，比如说我就不说，反正这时候会有越来越多内部的东西会把它放出来，这样子。对，就希望在社群上可以再跟大家分享，可能之后会在 meet up 的时候讲一些比较细、比较有趣的设计，因为今天可能只能讲比较大范围的。对，所以 take away 就是今天就讲一个 Go 基于 Go 的 clean architecture， 然后里面就有四层，然后每层概念都比较简单，就是它的概念跟逻辑都是简单的。那想跟大家提的就是，其实是概念跟架构简单，其实里面的一些细节的设计是蛮重要的。那这些设计的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你要让使用者觉得很好用，然后是甚至是他们不察觉，他们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就用到，那他们就会觉得用起来是比较开心的。然后最后就是再次提讲，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东西跟这个架构跟一些程式码全部都 open 的，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看 code。好，感谢。然后就是我的公司 Crescendo Lab， 就像在楼上有摆摊，如果有兴趣的话，等一下可以来找我们聊天，对，或者来Go Lang社群也可以哦。好，大概就这样子，谢谢。哦，我讲完了。好，没关系。好，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这一场就到这边为止。好，感谢大家。